畅谈理念，美国知名骨科医师林元清来自南投吉吉小镇，27岁独自到美国奋斗，如今出任美国卫福部官员，始终不忘上人的法和救人本分。我受到上人很多的感召，学到很多，希望在美国能够让上人的法能够在美国这些贫穷的大地能够抚慰这些众生。多年来，林元清投身多场慈济赈灾义诊，亲自走访921受灾区斯里兰卡、海地等偏远地区，关心少数民族，更想鼓励年轻人勇敢走出逆境。你有时候会遇到你不很如意的经历，但是希望我们年轻人不要灰心，就像白云渡山一样，不管怎么样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有很多的可能。凭着行医救人的使命，成功创造美国华人奇迹，林元清分享生命故事，带动更多善念循环。大爱新闻蔡依林、梁嘉明台北报道。